既然老天让我们八年后再相遇，这次我一定会抓住你的手，不会再放开了。你记得吗？大学的时候有一次，我们两个看完话剧，淋着雨跑回宿舍的。这座城市三月的模样，曾经的微雨阴天午后，一树梨花烫猪头，让人怎么看得够，半红未谢未甜。这条街道深处的灯光，是一样温暖，一样的明亮。那些寂寞的人们说，一切都看透，举杯不醉不归。我独自站在熟悉街头，你曾在这里吻过我的手。我和你，我们怎么能够只剩记忆留在心里。仙人掌不让自己带着刺，扎伤了爱着他的人。是吗？我希望你要是有什么困难，也可以让我跟你一起分担。没什么事儿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。知道了，走吧。我们说出再见的瞬间，这是一个时间轴。你可以把自己相对应的情感，不管是一些痛苦的经历，还是一些幸福的回忆，全部都写在这个时间轴上。我陪着小树一起来回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时刻，以后我也要像爸爸一样，陪着你一起去经历未来的人生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不会再因为任何原因抛下你的，好吗？下班了，袁医生，别忙了。马上完了。啊，去哪儿吃点什么？你想吃点什么呀？吃完饭陪我去逛街吧，怎么样？走了。你走了以后，我的世界就空了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取代你的位置。那你今天怎么了？我们两个当时分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特别恨我？我知道，原谅一个人很难，你是怎么原谅我的？大概是在恨你之前就已经很爱你了吧。走吧。说一切都看透，举杯不醉不归。在熟悉街头，我其实就是想搬过来，我不在你里面，搬得离你近点。希望能见到你的时候就可以见证。怎么能够只剩记忆留在心里？